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咧又翻到嚟特别篇 Red， 然之后咧再揾一啲支线剧情俾大家睇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嚟到呢一个叫做彩虹市嘅地方啦。然后咧，我哋向呢个方向行，之后咧发现咧会落雨嘅。右上角咧呢一度咧会有个可以斩树嘅技能啦，系啊，斩树嘅地方。咁然之后用个居合斩之后咧，就会开始触发支线剧情噶啦。好，咁呢一位咧老伯咧叫做坐唔识读嗰个字，一个房客有啲咩事啊？我冇我荡失路嘅，你喺度做紧啲咩？哦，我只系咧喺度咧照顾紧我嘅花园嘅花园。你睇你似卖紧一啲嘢喎。啊系系，而家啲后生咧，我哋咧就系咁样种植啊，将啲种子咧埋喺土入面，过几日咧植物就会生长啦。哦，冇所谓，我走啦，再见。哎，你睇嚟好攰，有一场一暴风雨啊！你点解咧唔喺度休息阵啊？哦，好啦，我谂咧我会留到咧暴风雨结束啊。好，我煮啲嘢先。好，呢、這个有冇呢度有啲咩嘢打咧？唔知道哦，都系呢啲咁样嘅普通怪啫，系嘛？好，咁呢啲我哋普通嘅嘢我哋唔捉啦。好，哎，好啦，食物咧准备好啦。吓，多谢你嘅款待啊！不过咧我唔肚饿。哎，唔好傻啦，我虽然系老咗啫，但系我厨艺咧都唔差噶，要唔要食啊？我有得拣食唔食噶，我哋使唔使 save 先啊？好，我哋试下揿唔食先，先揿唔食睇下点先。哦，多谢啊，但我真系唔到喎。哎，是但你啦。诶，咩人嚟呢个？唔好意思啊，但我识你噶。我配合佢史提夫。我咧正谂住翻去浅龙市嘅道路上，但呢场暴风雨啊，唔理点都好啦。我只系想问下，我可唔可以咧喺度咧暂住一段时间？浅龙市，但系佢停喺呢一度，而唔系玉红市。啊，系咯？点解佢过嚟？有啲唔对路嘅。咁啊 ，Red 你都系啫。点解你走咗上嚟个树林度啊？哎，冇所谓啊，史提夫啊嘛。如果你唔介意咧，你可以同好啊，冇错啊，系啦，你要喺度过夜系嘛？系啊，点解唔咧？我本来唔谂住留低，但系呢个叫史提夫人睇嚟好可疑吓。阿 Red 反而咧喺怀疑翻转头啊，做咩啊？我将你史提夫即刻走吓，唔食嘢佢。哇，咁多来访者啊，好抱歉啊，但系嗰个人咧睇嚟好可疑，佢睇嚟咧个可爱嘅后生仔嚟嘅，但系相信我啦，我活咗咁长嘅时间咧，知道佢系好定坏嘅，相信我，相信其他人，哇，好嬲啊 ，Red， 之前必将招待，咦，如果我咁食又会点咧？一块石头啊，有啲人咧中意奇怪嘅嘢，就咁摆咗喺嗰个咩度，我真系唔应该周围走，但系唔知点解有咁多个箱啊，唔知点解屋企要挤咁多个箱，诶、欸。我系望，依个阿伯头先唔系上咗嚟嘅咩？啊，有咩可以帮到你啊？我一啲都唔信任呢个家伙。点解我哋系孖瞓喺同一间房？我食咗有史嚟最好嘅一餐饭，得一本书啊！要唔要瞓觉？否，都冇得拣啊！应该系嘛？我哋咁屎啊！唉，点解我有种觉得咧？你觉得我系某种犯罪者嘅感觉？我冇，我冇谂过，真系嘅。系啊，我有咁谂，其实我唔系犯罪，我只系想咧从樱花市翻屋企嘅人。希望是真的啦。我注意到你带着精灵球，你是训练家嚟噶。算是的，太好了，你最中意咩精灵啊？冇可能啫，皮皮咩皮皮吓系咩？皮皮优都系我最中意，因为佢应该是放在头位啊嘛，肯定是啊。几分钟之后，所以你从骨子群度翻嚟，然后咧决定顺便去樱花市参加节目。系啊，我仲谂住咧。去神奈地区，边度神奈地区？同埋杰可罗拉群岛旅行，但有啲问题。有咩问题啊？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讲啊？目前咧喺纳洛米地区有寄生虫爆发，有好多咧涉及到咧杰可罗拉群岛嘅极巨队犯罪活动。哇，咁吸引嘅啲剧情。唉，但系好高兴啦，我翻咗嚟咯，真系好挂住屋企人。你听日再见到佢哋嘅，系啊，我迫不及待啊！我阿妈咧好高兴啊！佢同我讲咧有几挂住我，你知唔知啊？母亲系一个咩人？唔理点都好咧，我帮佢哋买咗好多纪念品，送一个俾你。哇，大师球！呢个大师球你确定要俾我？大师球好稀有喎，哈哈哈！当然啦，实际上咧，我屋企成员冇一个系训练家，所以其实我哋唔需要呢一样嘢。哇，呢个史蒂夫咁好，我哋最好咧要出发啦。听日听朝早要早起身，好高兴咧同你倾偈。晚安。几个小时后，嗯，哇！你做咩啊？令我毛骨悚然，喺度喊啦，阿爸。
我唔记得咗啊，戚你啊，我真系知啊，冇咩冇咧车同埋冇冇呢一个嘅咩巴士同埋呢个的士定咩，我骨头咧好脆弱，唔可以下咁长嘅路啦去志愿者，佢嘅灵魂咧唔会得到安息，都系我嘅错。哎 ，OK OK， 我帮你搞。我墓碑咧，十二号道路咧，紫渊镇嘅一个墓碑嘅。咁呢位咧，我唔应该叫醒佢。好，我乜炒嗰啲嘢，唔俾落去。你咧？呢位咧，你妻个妻子会原谅我，应该咧帮佢扫墓嘅。又喊，咁应该去啦。我哋头先一开头把呢一个皮皮超摆咗头位。好，然后我哋要去紫渊镇，系咪？紫渊镇嘅十二号墓碑，墓碑唔通系左手面嗰、那个？我呢边嗰个十二号道路系嘛？头先我以为咩十二号墓碑，边个系啊？定喺中间呢度啊？有啲奇怪嘅字迹。好，这个、呢个咧，英粉红啊！英粉红就是大家都知道是哪个啦，就是这个纯白镇的其中一个什么啦、啊、我周围都找不到妻子的墓碑啊。 OK， 不就是说其实这个有机会已经是呃人还是怎样。好，我们飞回去玉红市，即是彩虹市啊，叫做。好，烂泥。我爸喺度啊！我搵唔到你妻子嘅墓碑，唉，我应该自己去打扫啊！都系多谢你，史提夫咧。哦，佢好开心咧，走咗就系咁啦。我可以咧再次咧见，可以再次见到始荣氏嘅家人，佢好激动啊！哦，我连咧同佢再见嘅机会都冇，你应该喺度再休息多阵啊！我要买啲杂货，几个小时后，佢离开咗一段时间。嗰边嘅楼梯，我想知道佢通往边度。咦，呢度仲有嚿石咯。似乎可以打碎，我不如打碎佢，打碎佢先，先望下呢间屋先。哇，咩啊？咩话？切记唔好食嗰啲肉啊！受害者一，直接杀咗我哋啊！喺佢捉到你之前，快啲走啊！你哋系边个啊？你哋嘅四肢，嗰、那个老嘢啊，压杀我哋所有人，佢帮人咧提供咗住宿嘅服务地方，然后喺佢哋瞓觉嘅时候攻击佢哋，佢将我哋咧脚咧截断，为咗防止我哋逃跑，佢将我哋带到咧屠宰室啊，嗰度斩咗四肢，点解？然后佢就食啦，佢咧等嗰啲咧佢认为好味嘅嘢活着，当佢肚饿咧，会将我哋带到屠宰室咧，斩下啲部位作为咧食物。快走啊，靓仔！皮皮休出嚟 ！Oh no！ 我系带只最强劲喺手先吓，我而家手上咧有只最强古拉多喺手。呢度有啲咩喺？有啲咩精灵喺度？都几恐怖啊！都几恐怖，其实好彩佢冇将呢一个嘅，冇将呢一个，即系冇将呢一个咩斩咗四肢嘅作为咩精灵，诶，恐怖个画面肯定。好，我要去个安全嘅地方啊！哇哇，呢度咩噶？血同埋头，史提夫。咦，咁我哋未落嚟，喂，咁我一开头未睇到嗰间，诶，你睇唔到我啦，我唔使，我可以走啦，唔好傻啦，孩子，我相信你会中意我嘅新食谱噶，呢一餐咧会比上一餐更加好嘅，毕竟我系出于友谊先咁做，友谊啊，史提夫你唔会，你个怪物，好大力啊，好似我啲老人家遇上骷髅强壮嘅后生，一定要有几招妙计，我想知道咧，你试起嚟有几甜啊，快烂啊，哇！四十呢嘅食蒙兽啊，拜拜咗史提夫啊！呢个系而家轮到我啦，轮到我啲咩啊？报警啊！喂，哇，估唔到咧，你咁容易会走得甩啊！嘿嘿，你唔会好似你唔会好似史提夫咁样求我咩？哇，放过我啦！我屋企人咧等紧我翻始祖师，唔可以原谅啊！啊，死啊！对唔住史蒂夫安息啦，招待支线篇章结束。好，咁呢一个剧情都比较恐怖啊，真系好有呢一个 Pokemon 嘅一啲黑历史啊，呢真系。好，我哋先捞翻呢个，我试下揿食先，好啊，试一下先。
点样啊？好有趣嘅味道，我从来未食过啲咁嘅嘢，味道 OK 啊！我话过俾你听，我个好嘅厨师嚟噶啦。好，呢个史提夫 OK， 咁呢度我哋唔睇啦。好，然后咧我哋就要上去同史提夫倾偈。好 ，OK， 倾完偈之后咧，我哋就要去揾嗰个墓碑呢一个，系啊，揾唔到佢妻子嘅墓碑，睇我地下室会点啊？好，我先上去睇下嗰个史提夫系咪度先，或者有冇啲咩线索喺度？诶，我以为佢有妻子，诶，我讨厌单身，点解揾唔到爱？咦，个日记调转咗喎，各位啊，揾到啲线索啊，有啲小彩蛋喺度发现到，制作精美嘅梳妆台，好多精灵嘅书，好，我哋直接落去楼下啦。哇！我真的不应该周围走，我要确保下面冇小偷啊！哈哈哈哈我真系个天才啊 ！I'm genius。嗰个系咩声嚟噶？啊，唔系嘛，落唔到去喎，原来。咁即系话我哋首先要打爆呢嚿石先咯。OK， 好，咁我哋直接开始呢一度先啦。千祈唔好食嗰啲肉。呢度应该一样啦，都系嗰啲字。咦，佢都系点解个？哇、啊，系，因为我摆咗喺头，仲系。我要去翻个安全嘅地方啊！好，然之后就嚟到呢一个充满血嘅地下室啦。然后我哋周围望下呢度有啲咩感先，定系冇嘢感啊？唔可以再增加更多嘅恐怖感啊，或者猎奇感，所以冇加到对白啊呢啲嘢。好，如果一个小朋友玩，我应该觉得好恐怖咯。所以呢个 game 系唔适合小朋友玩。OK。好，呢度先用电磁波，之后再用，之后再转重乌拉多，使用大地之力。好，应该都系一样啦。啲剧情即系食同唔食都应该系冇乜分别嘅。好，我哋翻翻去睇翻嗰个日记，睇下会唔会有咩转变啦。我中意人肉嘅味道。如果我读到最后一页咧，咁或者我可以救到史提夫。哦，原来呢一个系。每一即系佢系有三页嘅，系有三页嘅。咁但系咧，只要你每过一段剧情之后咧，嗰个日记就可以俾你再读落去，系啦。可惜嘅就系阿 Web 冇读落去一路。如果佢有读落去嘅话，史提夫就唔使死啦。啱啱有提到，系啊，呢一度咧依然有好多奇怪嘅嘢喺度啊，但系冇人知道。系啦，阿 Web 亦都唔系选择去到揾呢个军沙小姐去报案定咩，系啊，只系默默咁样将呢一个恐怖嘅杀人凶手就推咗落河，推咗落河。呢一个系我嘅机会啊！好啦，依家我哋走咗啦，咁就我个靓哥老嘢仲追住死啊佢！哎，我对唔住啊，师傅，非常之 sorry 啊，我冇办法去拯救你。OK， 好啦，咁今集嘅剧情就嚟到呢度先啦，非常之恐怖嘅支线剧情。咁我哋下集再继续揾其他支线俾大家睇，系咁先，拜拜。